非常好，那咱们走着瞧。你们好了没有？学校领导回来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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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没发现吧？没没没，赵小倩，你是猪啊？人家心中都把答案疼给你，就知道睡。事已至此，反正试卷是你烧的，我又没动手。不是。 敢烧试卷！不是我，是刚才考试作弊不成，竟敢来烧试卷，不是你还是谁？真的不是我。李师兄，小满，说为什么烧试卷？真的不是我。你，哎，听说六君子山内的考卷全都被烧了，学监院正查着呢。你这消息不灵通啊。 这毁掉的大部分都是靖女阁的卷子，鹿鸣阁的倒是保留下来了许多。等一下，说什么呢？我也只是听说，大家都说这火是靖女阁的一个小娘子放的，但好像扑火的也是她，一部分便保留了下来。又是她。 是你救的火，是你放的火。这位同学，你叫什么？赵，笑，谦。我会把你的名字告诉先生，我也会告诉他火是你放的。还有，我的收据是不是你拿的？那对我很重要。 收据烧了，什么？烧了？你真的把我的收据烧了？对啊，刚才一起扔进火里了，你待如何？知不知道那对我很重要？哎呀，你不怕我？我怕你什么？好，非常好。 那咱们走着瞧。你别走，喂，你别走。